OK，我要重新讲一遍。So，那一些第一次跟我上课的朋友，大家你们好，我是 Carol。其实在开场白刚刚做了，只是我忘记录影，所以我重新讲一次。我们今天呢会重点做摘录要点，因为对大家来讲，摘录要点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东西，考试第一次遇到的东西。还有呢，另外一个是大家都很害怕的。文言文都很害怕的文言文，今天我们会做这两个，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九页，Number nine，Where is number nine？很远呢，第九页哦，过了。So，我们看一下摘录要点跟概述文章。如果你有来上过我的课。这一句话我讲过，但是今天有很多新加入我们的朋友，所以我再讲一遍，摘录要点跟概述文章，他们之间要学会的技巧本身是大差不差的，就是没有太多的区别。只不过摘录要点呢，来，班上的朋友们，谁还记得摘录要点跟概述文章有什么不一样？摘录要点，它会以一二三的形式出现，非常好。概述文章呢，会以段落的形式出现。可是他们当中所要考的技巧来说是一样的，他们当中所要考的技巧来说是一样的。So，我们直接看一下关于摘录要点跟概述文章，它有一个大魔王。这个大魔王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我们做这两个题目，我们觉得，咦啊，为什么它有困难？因为它有字数限制，它有字数的限制。这样有字数限制，我们所要做的东西呢是什么？把字数减少，把字数略写出来。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在这一边，我们有三种基本的作答技巧。第一种我们叫做省略法，比如在这里，他给我们的例子是冬瓜杜拉曼，可以用国父来替代；沙巴和三老院可以用东马来替代；春夏秋冬可以用四季这一个词来替代。然后呢，越减法这个是我在班上常常说的。等一下。我在班上常常给大家介绍的那一条理论，这个的话我们等一下再讲，因为如果我讲了这个再讲，我能够我担心你们会乱，它是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我直接不讲，你们要看的话可以看。归纳法的话就是讲说，我们把它概括成为一个范围的东西。你看，他在这里给我们的例子，根据调查，吉隆坡的吸毒人数是全国最多，共311名，霹雳排在第二位，共有3109名，柔佛第三，共有2569名。所以，其实它这个数字给我们最大的作用，纯粹是让我们知道谁比较多，谁比较少。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对我们来讲，数字对我们来讲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第二。第三，还有吉隆坡吸毒是全国人数最多的，所以全国人数最多的呢，我们就写它是第一就可以了。So 在这里我会加一张纸，你们有需要的话可以写，也可以不写，因为在我的课堂上，你写不写，这不是一个要点。很多人呢，他会觉得讲说，Carol 在写。他一边写一边讲，我也是要写。等他写完，我也要写完，我要超赢他。So，我讲完了，你写完了，该进去的没有进去。所以，如果你自己不能一心二用的话，你就把笔放下，因为你听明白这个道理，比你抄会，你抄完这个东西更为重要。我们讲在做概述文章跟在做摘录要点的时候，要先回到句子的本质。句子的本质呢？我们看一下句子当中所有的句子里面都会有这两种内容。第一种我们叫做主要的内容，第二种我们叫做次要的内容。So，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东西？主要的内容是我们一年级学会做的那一种造句，很短的造句，只有主语加上
动词，只有主语加动词。然后呢，也有谁可以给我一个这样子短短的一个句子？现在，嗯哼，可以。我明天要考试。So,小明在玩球，可以。我们做两个例子，今天小明在玩球。So, 你会发现这两个句子虽短，但是它的结构本身是合理的，它本身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可是呢，当我们学会做这样子的句子之后，你的老师就跟你讲，哎，我们的句子要多放一点内容，哎，我们的句子要多加一些解释，要让读者更有一些画面感。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学会加很多的次要内容。次要讲了，它是次要 ，not so important。所以有谁班上的各位，有谁还记得次要内容是由哪三个东西组成？形容词非常好，还有一个我们叫加以说明。加以说明其实它是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呢，等下我会跟大家讲这个解释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后例子，说、so, 我明天要考试，我可以放怎么样的我？形容词。临时抱佛脚 ，OK， 临时抱佛脚的我，明天具体一点要考什么事？明天要考，明天要，哎，把这个要换一下，有什么？有华文考试，然后你现在在做什么？临时抱佛脚的我，明天有华文考试，现在在复习，和我一起的有小明和小花丸。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这就是个例子，和你一起的有谁？这是一个例子。So, 概述文章或者是摘录要点，我们看到例子是可以第一个拿走的，可以第一个拿走的，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存在在概述文章里面啊，在概述文章里面它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C 的内容，就是我们的例子。然后现在在复习，它属于一个加以说明，它属于一个加以说明，解释的是因为明天有考试，所以我现在在做一些怎么样的东西。然后临时抱佛脚，对，它很长一串，这个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然后考一考大家，请问华文是 A B 还是 C？ 华文是形容词加以说明还是例子？把对应的那个字符打出来。安轩答对了，景轩答对了，还有呢？还有呢？子欣答对了，非常好，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错了我吃不掉你啊！我也吃饱了，吃不下去。宇轩也答对了，非常好。对，在这里这些华文，其实我知道你考华文考试重不重要，作为你的读者来讲，其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只是我知道你要有考试就可以了。所以华文在这里，它属于某一种程度上的一种解释，它加给你的一些资讯、一些解释。然后我们再看小明在玩球，请问小明在玩球这个句子当中，我可以把形容词加在哪里？形容词可以加在名词的前面，或者是动词的前面。所以怎么样的小明在怎样的玩球？欠打的小明在哪里玩球？帅气的小明
所以你是小明吗？劝打的小明在哪里玩球？在什么地方玩球等同于劝打？啊，在公园里玩球劝打，在球场。哇，大家是一个逻辑非常严谨的小朋友们。在家里，在马路，OK。因为我讲了他欠打，所以我要符合一下。说、so, 在马路上玩球，欠打了，然后怎么样？安排一下一个句子，可以解释什么东西？有人陪他一起玩吗？有，OK，也可以。说、so, 欠打的小明在马路上玩球，哇！我在这边，你们听啊。之后回家被打，合情合理。另外一个就有点惨了，车撞到他了。OK，I mean，车撞到他这个东西是很合理。可是，我们华文的教育课程当中。提倡中学生，其实不只是中学生，所有的中小学生，你们都应该要有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健康思想。所以呢，其实老师尤其不喜欢你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把人物写死，然后也很班当有人死掉。So, 之后回家被打，被谁打？被打。我们可以在这里，他被打，这里给他例子，被谁打？被爸爸妈妈，还有被爸爸妈妈，还有谁？被全家打，哥哥姐姐，被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如果我还要再搞笑一点的话，还可以在家，连家里的狗也咬他啊。可以往上这样子叠加，so 你会发现，这样请问欠打的它是 A B C 还是 D 的东西？啊，sorry，A B C A B 还是 C 的东西？习惯了那个 MCQ，一不小心就讲快了。欠打的是个，对，很好，它是个形容词。然后在马路上呢？马路上是 A B，是形容词加以说明还是例子？马路上。对，在马路上是加以说明，加以说明，然后之后回家被打呢？A、B 还是 C？还是 B？因为我们加以说明他在马路玩球过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被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打，这是我们的。例子非常好，非常好。So，我们在做概述文章的时候，因为讲了我们有字数的限制，所以我们会很常去进行删减，就是把这些次要内容通通剪掉，剪掉留下主要的内容。这样有时候当我们发现主要的内容哈，它太长，可以做什么？好像刚才我们上面所讲，一个是省略法，一个是归纳法。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呢，这个其实通用在所有的华文词汇当中。我没有把它放在 B 那一边来讲，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只可以用在概述，你用在理解文它也是 make sense 的。华文字跟我上课啊，会有很多华文的 formula，不太严谨的 formula。我们讲说华文字本身笔画就很多。常常会有四个字两个词一起出现，一起搭配的状态。所以呢，两个字这样子的情况下啊，我们的老祖宗哈，我们讲华人聪明，同时间他也懒。为什么？因为笔画很多，所以呢，他们会做什么？就是 A 词当中 AA 两个词，再加 BB 两个词。他会各拿一个字来进行代表，变成一个 AB 词，它会变成一个新的词。比如，我们用"羞愧"这个字来看一下，"羞愧"它是一种感受，这种感受是什么？
来，大家，修这个字前面跟后面都可以配词配一下，搭配词语。害羞，对，羞涩，OK，对，你会发现害羞、羞涩这两个词的有这样子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我们都归类成为这是一种羞耻感。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啊？被人家看到了啊，他这样子做哦，我的脸红起来了，这是一种羞耻感，然后再加上什么愧，已经放了。什么愧？对，非常好，惭愧。所以你看到吗？它是怎么样组成的？羞加愧，羞愧两个字变成了一个新的词汇。你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可以字数不够可以拉长它，然后在做概述的时候就给它缩短它。所以呢，在做概述文章跟摘录要点的时候，我们很常会把这些词简化一下，缩短一下。它的底层逻辑就是这样子而已。来，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一个题目了。它要求我们要 screenshot 好。来，谁要截图的可以截一下哈。五、四、三、二、一。好，我们再接着下去看。他讲要求我们摘录下文的要点，字数不可超过50。以前有一些小诀窍，可是最近老师们抓得很严，不要去超过。文后需注明确实字数。我们先读一遍，然后再来看什么东西他是要我们找的。他讲研究证实，大多数哺乳动物是色盲。色盲什么意思？来，大家配词一下。嘿嘿，色盲是颜色。颜色怎么样？颜色上的盲人，颜色盲人，颜色上的盲人，所以叫色盲。请问哺乳动物是生 baby 的还是生小生小孩？哎，生 baby 的还是生鸡蛋的？生蛋的，差一点讲错了，一还是二？对，哺乳动物通常都是生小孩的。可不可以告诉我三种不同的哺乳动物？我们要一个地上的，要一个海里的，还有一个两栖的。哎，猫、狗啊，鸡，鸡是哺乳动物，鸡下蛋的不是吗？猫、狗，哎，非常好，哇，这个好。熊猫，海里的有海豚，除了海豚还有谁？海豚跟鲸鱼其实都是 whale，但出来是 baby 呀、啊，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样两栖动物是怎么样的？就是它是水里，也是可以在地上的。有没有想到？我们讲这个叫做这个东西，它很可爱，它叫做鸭嘴兽。袋鼠是地上的，两栖暂时只想到一个，这一些它生产婴儿，sorry 不是婴儿，生产这种幼崽的都属于哺乳动物，如我们常见的马、牛、羊、狗、猫等，几乎不会分辨颜色。反映到它们眼里的色彩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如同我们看黑白电视一样单调。观看斗牛表演时，斗牛士用红色的斗篷向公牛挑战，人们会以为是红色激怒了它，而实际上是因为
豆旁在公牛面前不断的摇晃，使它受到烦扰而发怒。如果换上别的颜色的豆棚，公牛也会出现同样的反应。狗也不能分辨颜色，它看景物就像一张黑白照片。狗追捕猎物除了靠四条腿外，主要靠嗅觉和听觉。仓鼠是吗？仓鼠是哺乳动物，只要你还有那种小小的动物出现。它生出来的不是蛋，它是一个小小的 baby 的话，它就是哺乳动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哈。你家有两只，哇，好好。我家不能养仓鼠，因为会变成 Murphy 的玩物。我们在这里先看一下，拿一些句子它是放在一起的。如果我只写这个句子，够吗？直接写大多数哺乳动物是色盲，够吗？这样，我们后面它后面这个句子跟前面这个是搭在一起的，跟前面是搭在一起，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所以我要大家找一下我们的主要内容是哪一个，也不要写一二三，我写 A B C D E F。然后我就会看到大家集体懵了一下，没有关系。如果我们找不到主要内容的话，我们可以先做什么？先做次要内容进行的删减，将要次要内容第一个对我们完全没有作用的是例子。请问哪一些符号的下面它是有例子的？非常好，质量。对，如同我们常见的马、牛、羊、狗、猫。对，这是一个例子，这么长的是一个例子。将除了这里还有哪里？有例子，有人讲 F 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主要要讲是不会分辨颜色，还是反映到他们？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主语在哪里哈，我用 highlight 哈，是 V 是不会分辨颜色呢，还是眼里的色彩？重点要讲的是 V、D 还是 E 呢？重点要讲的是 B、D 还是 E 呢？我看到，这多玛点呢？质量答对了，子欣答对了，很好。对，选两个，虽然也对，我看还蛮多人选 D。我们再看一下 D 在这里，B 跟 E，如果我们硬要选一个的话，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选的是 B。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讲哺乳动物，讲哺乳动物几乎不会分辨颜色这一个加以说明的部分，我们在用哪两个词已经概括了呢？对，我们用色盲已经概括了呀，几乎不会分辨颜色了呀。所以呢，这个 D 它其实也作为一个加以说明的存在，加以说明的存在就不要写啊。这样研究证实，我们很明显的知道这一种字它就是一个 filler，就是用来补充一下、填充一下那个东西。所以呢，我们的要点落在了大多数哺乳动物。是色嘛？然后呢？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请问在这边这个句子当中有什么？我换个颜色啊，有什么词汇是可以不用写的？我把它一样划分成三个 A、B、C，新的 A、B、C 了哈。A、B、C 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不用写的？有人讲 C，有人讲 V，VC，VC，所以大家的困扰在这里有没有？这样我们看一下，作为读者，知道三种颜色比较重要，对你来讲比较有用，还是知道黑白灰比较有用？对的，哇，我的水壶的开口呢？所以。三种颜色，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加以说明。说明，I mean 黑白灰就是三种啊，你不需要额外的告诉我，我看见我就知道这是三种啊。所以我们可以写只有黑白灰，这样
讲了它是色盲，黑白灰是三个，这个有我们也可以换掉。对，非常好，我们可以把这个有换成看，只看到黑白灰色这三个颜色，非常棒。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一二三把它写下来，大多数，这个就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个要点，大多数哺乳动物。是色盲，只看到黑白灰句号，写多字数就不能了吗？对的，老师会扣分的。老师扣分怎么扣？他不是讲说你每五个字扣一分，以前有一个学生有人真的是觉得讲说每五个字扣一分，可是现在不是，就是你写的字数越多扣的分数越多。好，喜欢聊的朋友打一。OK， 我要加速一下下哈，因为我担心讲不完了，已经开始担心了。So， 如同我们看黑白电视一样单调，这个我们要还要写吗？这个还要写吗？如同我们看黑白电视一样单调，对，我们就不用写了，因为这个讲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再看观看斗牛表演时，哒哒哒哒哒哒哒 ，OK， 一个句子。So， 观看斗牛表演时，斗牛是用红色的斗篷枪，公牛挑战人们以为是红色激怒它，实际上不断摇晃使它受到烦扰。如果换上别的颜色斗篷，公牛也会出现同样的反应。哇，很乱耶，这个句子。来，在这边我们它有两个内容，有两种内容，有两种内容。请问在这里我要聚焦的是人们以为，还是我要去解释公牛发怒的原因，哪一个对读者来讲更为重要，一还是二？对，二是更为重要的。所以我们把那种人们以为的东西拿走的话，哒哒哒哒哒啊，不如我还是写 ABCD， 你们告诉我什么是要拿走的。 ABCDEF G， 取到 G 了。来， ABCDEFG 哪一些是不要写的，哪一些是不要写的。我看到 A， 这是一题多选题，就是有超过一个以上的答案。对， A 是不要的，观看斗牛表演时。这个不要， B 也不要，斗牛是用红色斗篷向公牛挑战，公牛也会出现同样的反应，对，这个也是不要的。人们会以为是红色激怒了他，对， ABC 使他烦扰而发怒。像 F 要不要写？换上别的颜色的斗篷，是颜色重要吗？对，不用。为什么？你看啊，实际上是因为斗篷在公牛面前不断摇晃使它烦扰而发怒，所以哎，等一下，有一个东西我们要写的，不然我们带不到这一个东西进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斗牛表演。所以在这里我们的斗牛表演这四个字要保留下来。像斗牛表演的时候，斗牛发怒是什么？发怒的原因是什么？ D 还是 E？ D 还是 E？
有选 D 的，也有选 E 的。所以在这里，实际上，因为豆鹏在公牛面前，其实不管你选 D 还是选 E，它都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要点都有在。我们要拿下什么？斗牛表演，斗篷不断的晃动，烦扰而发怒，烦扰而发怒。我们可以把这一个词改为什么？使他受到烦扰而发怒。简单来讲，你特地去做一些东西，让一个人生气。我们用这个词叫做。刺激他，然后让他怒起来，让他发怒，让他生气，所以是激怒。所以你选，不管你选 D 还是 E，它都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到底要怎么写？因为它前面讲的是，它前面有告诉我们是红色，公牛会对这个红色有反应，可是是这个样子吗？不是，所以在这边我们讲斗牛表演。十，不是可以用非，非红色，激怒。公牛，而是不断的摇晃，而是摇晃的。斗篷，叫好，喜欢我的朋友可以打个二。这是谁呀？哎呦，好烦啊！一下才回他。等一下，我清个音，因为那个人他一直在打电话给我。现在不得空接电话了。OK，我们再看，狗也不能分辨颜色，它看到景物就如同一张黑白照片。除了靠四条腿，主要靠嗅觉和听觉。请问我们在后面写的这个句子当中，主要表达的是什么？是它看到的颜色吗？狗看到颜色。如果你觉得是它看到的颜色，你打一。如果我们的重点是捕猎，你打二。我们的重点，它在这个句子当中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一还是二？在这里哈，它重点要表达的实际上是，对，第二的。为什么？它在这里，它跟我们讲，看到就像黑白照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它表达的不是这一个，我们前面，而且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大多数哺乳动物是色盲，只看到黑白灰。像狗本身也是一个哺乳动物啊，所以如果我把它狗看到的颜色再写在这里，我的内容就重复了。内容重复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是你的字数过后会不够。所以呢，我们主要要写什么？是我们的要点是在第一个句子，还是在第二个句子？讲它不能分辨颜色，看到黑白照片还需要写吗？不用写了，因为我们知道狗也是哺乳动物，所以我们把这个后面的句子给它简化一下，把次要内容拿走。狗追捕猎物，除了靠四条腿以外，主要靠嗅觉和听觉，所以可以拿走一些什么词？除了非常好，狗追捕猎物。OK，我们讲狗追捕猎物怎么样？靠
四条腿，那个四条腰嘛。OK，主要也不用，四条腿的四条也不用，所以是，狗追捕猎物靠腿，还有什么？嗅觉和听觉。Yes, very good，非常好，大部分人都答对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直接写狗追捕猎物。靠腿，嗅觉，和听觉。追，我写，重新写了。狗追捕猎物靠腿、嗅觉和听觉，可以。说在这里，我们总共有写完了的朋友，我要你算一下字数。请问在这里我们有几个字数？我们有几个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因为我每次会拿到很多不一样的答案。看一下大家算字算得好吗？考试的时候哦，至少要算3次哦。因为老师不喜欢你们写少了，或者是写多了。47，45，47，为什么我这里是49了？Oh dear，还有其他人呢？算了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47。OK，算到45的朋友，考试要小心呵。47个字，这个就是还有一个49，是不是有哪里你写多了？OK，问一，假设考试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字数超了一两个，考试的时候要写吗？47要写，不写扣分，写了不加分。如果万一讲说你字数超了，来51、52个字怎么办？我们去找黄金三骑士，什么是黄金三骑士？的、了、这，这三个字本身它没有太多的意思。如果它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可以直接省略成为我母亲，我的书包，我书包，那是可以的。然后"了"这个字本身没有别的意思，可是要注意一下，这两个的汉语拼音必须念作"了"和"这"。如果它作为多音多义字，了结不可以，不可以删掉，不可以删掉，因为不一样的意思。还有"睡着"、"着落"这样子的词不能够删掉哈，它只有作为"的"、"了"、"这"这三个作为句子修饰的词汇，你才可以删掉它，你才可以删掉它。OK，然后。幸亏我讲完了，来，我们接着下去讲古文。哦，这个古文容易耶。我们先讲这个"游 这么讨厌古文吗？我们先讲一篇古文。讲完过后，再回来看一下能不能再讲一篇概述文章，能不能再讲一篇概述文章。所以我们速度要快一点，其实不是你们，是我要快一点。So，来，still，这个板上谁觉得古文很难的？你打个一，我看一下。我看到有一个暴走的一。哦，只有一二三四个人讲一而已，太好了。
太好了，代表我的方法是成功的。OK，每个来我班上的学生，我都会去做这么一件事。已经懂了的朋友们，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我不会跟你们讲，我不会跟你们讲，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翻译就好。然后我要你们看这一个。那些觉得古文不是个问题的，前面我讲的这些东西你们也不用听，因为我大概会花一个5分钟左右，所以你可以直接看一下。等一下我会跟你们翻译，你们再看你们翻的对不对。来，第一次跟我上古文课的朋友，首先我要先打破你们觉得古文很困难的这一个思路。很多学生呢，尤其是风漫的学生，我今年听过最扯的是，他们还没有进风漫之前，6年级的学校老师告诉他们讲说，哼。你现在这样子不努力学华文的话，上 Form One 哈，你就够力哦。有一个东西啊，我们男的叫古文，这样这个除了老师讲以外，父母会讲，堂哥堂姐、学哥学姐都会告诉你。可是其实古文这个东西，我知道 你觉得很容易，因为你是老师嘛。其实这个思路只要大家学会，你也是同样会认为古文它不是一个很难的东西。首先要先打破什么东西？古文很难这一个概念，因为当一个人他觉得古文很难的时候，他是看不到后面写的这一些字的，他是看不到这个文章的。为什么？只要看到古文，你哥告诉我，我哥告诉我很简单，这样你认为简单吗？只要看到古文，你就会出现这种弹幕，不明白，看不懂。我的笔又怎么了？我的笔又 malfunctioning 中等。So，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一些东西呢，首先要帮你把这些弹幕删掉。为什么？如果你对古文一直以来它都是一个很抗拒的姿态，很抗拒的态度。什么叫做抗拒？简单一点来讲，本来有一件东西你想做的，可是你妈妈跟你讲了过后就我不要做。我也是这样，这个东西，其实不只是给华语，所有的科目都一样。我们学习那个过程哈，如果你有对抗呢，你就会很痛苦。为什么？因为当你有对抗的时候，你满脑子，你只要上那个课，你头脑就会想着，哟，很讨厌，我不想上，快点过，老师讲什么，我听不懂。你所有的注意力都环绕在这一个，我不想上，我不要这个东西，很讨厌。所以呢，那些该进来的东西它进不来。可是这个东西你就是要学会啊，这个东西你就是要学会啊，有没有？所以呢，就会出现这样子很矛盾的状态。大家会骑脚车吗？有骑脚踏车的朋友打个二，我看一下。有骑，但凡有轮子的东西，你就打个二，我看一下。要四轮也是可以啦。对哦，我忘记了，你们比较小一点。So，当这个东西你知道你需要学，你又很抗拒它，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以脚踏车为例，就是你一边踩着那一个踏板。你一边踩着那个踏板，可是同时你又拉着那个手刹，这样，请问你的车子可以行吗？有的人讲，哦，我很用力啊，我很努力学了，但是我就学不会。来，看到那个共同处了吗？当然啊，为什么你很痛苦？因为你很努力在踩，确实是很努力在踩，可是你的头脑就一直，哦，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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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只会。很浪费力气，很浪费力气。不管我们学什么东西，你可以不喜欢它，没有一个老师他会要求你讲说你必须要爱上它，你才能学会它。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去抗拒它，就好像人家叫你踩踏板，你就踩，但是手刹给它放开，你就可以走了呀，那个车就可以走了呀。走得快不快那是另外一回事。走得快不快，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把这个想法放掉，把这个想法放掉，因为痛苦的是你而已。父母还是觉得你就是要学会啊，没有办法啊。
所以不要让自己过得那么困难，不要让自己过得困难，把那个思路放开。老师给你什么，你就听他讲，然后你收而已。你不需要爱上他。包括我有马来的学生，我有印度人的学生，我也是跟他们讲一样的话。他们通常大部分来讲，并不是因为自己喜欢哦，真的很喜欢华文，有会有，但是那是极少数。所以呢，他们都是来哦，妈妈一定要我拿到 SPM 为止啊，好讨厌。我也是跟他们这样子讲。So 不要为难自己，放开。So 这个东西先解了一下，这跟古文那个弹幕的东西也是一样。你不要首先先不要讨厌他，你首先先不要讨厌他，你放开。没有讨厌哦，它就是一篇文章，只是我还没有看得懂。然后接着下来我要讲这个东西呢，就是讲古文跟现代文。惨了，我的笔我切换回来。古文跟现代文呢，他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为什么？因为古文它之所以是个文，是讲说它以前是有用的，只是到后来的时候它被替换掉了。替换的原因也很简单，为什么？因为它可能会让沟通产生一些误解，它可能每个人所讲的同样的字不同的意思，所以呢，后来才换成了现代文。可是 for 一个语言来讲，我不可能觉得讲说，哦，我觉得我这一个句子的结构 structure 啊，那个句子的结构不好用。OK，我把我至今为止所找到的全部东西丢掉，我从零开始做那个字出来。啥的咩？不会的，不会的。所以呢，他们之间用的词汇还是一样的。我常常讲，古文它是白话文的母亲，这样母亲跟孩子之间呢，会有什么东西是一样的？他们之间的 DNA 是共享的。所以这个 DNA 的共享呢，当中有78%的词汇，其实你是认识的。这样这78%怎么做？我们通过配词配字，记得吗？A 词配 B 词，那一种配词的方法可以做到。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呢，我们叫做逻辑演算。什么叫做逻辑演算？等下应该有机会给大家演示一下。逻辑演算就是以一个很逻辑的思路去想出，去理解出那个字它到底在表达什么意思。这种我们都可以做得到，你们也可以做得到。So 配字逻辑，也就是讲说，很多人他就会讲说，哦，古文我要做好，我要背100%，不用不用，现在70%已经帮你 set 了，你所需要背的只有这30%，这30%一般你跟我上课，我都会用黄色的 highlight 给它 highlight 起来，去提醒你们这些词汇是那一种需要背的，因为你不背的话，你没有办法猜出来。怎么不可以是一样的嘞？为什么不能是现代文像？为什么不能是古文像现代文？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来，我问你们，我可不可以讲你就是你妈妈，你妈妈就是你，可以吗？怎么不可以？DNA 一样的吗？有70%呢。就不可以啊。Why？因为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两个不同的个体。OK，so 这个给你们75个必须要懂的单词呢，这一个就是属于30%。只不过因为这个是 seminar，我们老师非常有诚意的整理出了75个字，这一些你看了，你看了这些是属于要背的，它要么是你要背，或者是很常出现的词汇。将我讲的话，这个是最常出现的啦。谓之曰，对曰，何往？其实每个我都觉得很常出现诶，这样我就不要画了。其实每个都很重要。如果讲说哪一些逻辑，这个要背，这个我给大家加一下，因为的话，它不只有它还有另外的三个。有谁记得另外的三个兄弟姐妹叫什么吗？好吧，只跟你们讲了一堂课，OK，儿亲，还有儿亲，亲客，还有须臾，这四个东西一个意思，这四个东西一个意思。
然后我们再看什么叫做逻辑思路，看一下第十九题，捏称。捏称是什么意思？我捏着我的鼻子把自己称为其他人。当我做这样子东西的时候，我都讲我自己是其他人哦，都不是我自己，我在撒谎，所以它有骗说、说谎的意思。再看慎重这个东西呢，大家比较 confuse， 其实是指慎重很多人。为什么很多人？别问，问就是你看一二三个人不多咩，全部都是人鸟咯。所以在这里慎重指的是很多人。然后另外一个大家很常有问题的方智，智这一个字我天天教你们这样子配，完啦，道的意思，有道的意思。然后一息，书看得多，文学作品看得多的同学可以懂，可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 C 可以配词配什么呢？ C 配词配，对，夕阳。 So 一夕其实是一个傍晚，一个，可是当傍晚来了，我们的傍晚会逗留多长时间？朋友， What is 傍晚？黄昏，对，黄昏逗留的时间会很长吗？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暮色，暮色就是黄昏，暮这个字也很常用在古文当中作为黄昏。So， 当你看到这样子的色彩的时候，马上就要迎来什么时刻了？马上要迎来晚上了，非常好。所以呢，但凡它出现夕阳、出现暮色，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傍晚、黄昏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晚上。为什么？因为夕阳它所待的时间不长，最长也就一个小时半，最长也就一个小时半，然后天就黑了。好，剩下的那些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有看不懂的可以来问我。So，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了。古文理解还是理解文？ So， 做理解，我们先看文章，再来看题目。Sorry， 先看，我讲错了，先看题目，再看文章。先看题目，再看文章。他讲一，定国在夜间遇鬼时，他的心情是如何？是说明之。所以呢，古文理解的题目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从他的题目当中得到一些线索。我们现在知道定国是个人，然后但凡他要你说明，要求你进行解释，解释为什么你会这么说，解释什么东西，解释你认为的他的心情是如何，要求写他的心情，什么时候见鬼。见鬼时他的心情。再看第二，从定国遇鬼至见鬼的过程，展现出他怎么样的人物形象。他不止遇到鬼，他还骗鬼，这整个过程当中体现出他哪一种为人。人物形象其实要求找的就是他的为人。再看，将上面句子译为现代汉语。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故事。在这里注释是什么？注释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白话文跟文言文之间的一个小字典。但凡你看到划线，划线的都是一些特别的名词，也就是讲说它就是名词而已， It's a special name， 可以是地方名字，可以是年份的名字，可以是人的名字、狗的名字 whatsoever， 它就是一个特别的名字。所以在这边有两个名字，我们知道定国它是个人，定国是个人物。像南阳呢，最有可能是个什么东西的名字？
城市的名字可以，它是一个地方的名字。所以在这里，地方，在南阳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宋定伯的人，怎么样？年少时啊，年少时，年少时，少年时，没了。他年轻的时候，夜行逢鬼。我们先看"行"这个字，可以配词配什么？行走。所以呢，在古文当中，"行"这个字也等同于"走"。So 夜配词配夜晚，夜晚走的时候逢鬼，逢这个字我们配词配重逢。So 当我们讲两个人重逢了，代表他们重新怎么样了？非常好，重新遇见，他们重新遇见，遇见什么？遇见啊，sorry，不是重新遇见，在这里他遇见了鬼。好，我们先把这一句翻译写一下。南阳的宋定伯，年少时虽然看得懂，但是还是要翻。年轻时，逗号，夜晚。行走。遇见鬼，句号，阿飘对的，没有错。So，你看古文它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的用词很短、很简洁，它不会跟你讲废话的，也是会啦，但是。他通常在一个故事，他跟你讲的那些东西，必定是跟故事有关系的。他不会突然间加一句没有关系的东西。So，他前面跟你讲了过后，他后面就不跟你讲了。他觉得你应该要懂啊。所以我常常讲，哎，古文啊，他很像一个难搞的女朋友啊。什么叫做？为什么叫难搞的女朋友？男朋友也是可以啦。Why？因为有一种人，他谈恋爱，他就觉得不管我有没有跟你讲，你就应该要懂。So，他就觉得你一定要猜懂我在做什么东西。古文是这样子的一个特性。So，问之，之这个字呢，在古文当中，来，朋友们有四个意思，谁还记得其中一个就好。古文当中总共有四个意思。哎，有，非常好，宇轩、陈曦还有子欣都答对了。有，它有的、了、这，还有任何一个他的意思，女字旁、男字旁、动物旁、神字旁都可以。问他，so 在这里，你看他问谁，谁又问谁？And then 我们看后面，鬼言。所以鬼去回答的，所以问问题的是宋定伯。所以你看，这个蓝色的字就是加以说明，也就是讲说，我会在解释那边用蓝色去写。很多人看不懂参考书的解释，看不懂参考书的翻译，为什么？因为它加了太多，它的文法，它的白话文文法上面没有做的跟古文一样，I mean，如果他做的跟古文一样，那个文法也会怪怪的。所以他们为了语句的通顺呢，他们要么加了很多词，要么改了很多位置。So，这一些东西我在做翻译的时候，都会用蓝色的字眼标下来，用蓝色的颜色，蓝色的字标下来，你们就知道，哎，这个东西它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不存在的，是不存在的。这样子你们就比较容易看得懂。所以呢，我们写宋定伯。问谁？问他，这个他是鬼。So，问他鬼言，言配词配言语，鬼言语，鬼说。这个其实也算是有一点白话，因为他讲我是鬼。古文当中我们很少用我是鬼。然后鬼问：“如父谁
嘿嘿，班上的朋友们，如是一个人称代词，请问是谁？景轩答对了，资料答对了，子欣也答对了。对，你负谁？负这一个字，当我讲我重复，就代表我有一个副词，哎，副词吗？还是代词？有一个代词或者是副词，我忘了，一下子忘了。对，你又谁？你又是谁？非常好。So， 尾文。你又是谁？问号。So， 矿，定国矿子矿，他给我们注释欺骗。So， 如果考试的时候他没有给你这个注释的话，怎么办？看部首，部首在这边怎么样？用嘴巴，嘴巴，然后我亦鬼。我们知道宋定国不是鬼，他只是个人。所以呢，结合这样子的前言跟后语的话，我们是可以知道他是在骗他的。所以定国旷之，旷之偏，在这里这个之是的了这还是他的意思呢？他依旧是他，骗他言说我亦鬼。意这个字，我喜欢喝奶茶，你亦喜欢喝奶茶，也的意思，我也鬼，自己加进去，加一点字进去，我也是鬼。然后你看，给我们先写，定伯骗他说，我也是。鬼，鬼问欲至何所？来，欲这个字，我们配词配欲望，欲望是 desire。什么是欲望？比如，我现在没有看到奶茶。突然我看到奶茶 I'll be like I want， 那就是一种欲望。所以呢，当你有欲望，你就会想要，非常好，安全。 So 想至，至刚刚告诉你们怎么去解释这个字，怎么去翻到。所以想到何所，何在古文当中有什么的意思，什么所，这样都讲了，想到已经是到什么，所那个字看不懂无所谓啦。是什么？盲猜是一个地方啊。So， 答曰，答说，欲至弯进。所以欲至，这个字它本来不长这个样子吧 ？It's okay。这个字，等一下啊。一下儿啊，因为我记得这个字它念起来不念完，欲至近视。 So 想到这个近视，近视是一个市集。 So 定伯骗他说我也是鬼，然后鬼问他，鬼问想到什么地方，将谁答？鬼问了吗？所以就宋定伯答说，想到这个叫做近视
的地方。然后你看他在讲鬼言，鬼又说，我意欲至万事。其实不管你写完事还是进士都可以，因为它这两个要表达的意思一样，只是扫描的时候可能扫到那个字变了，所以在这里也我们可以改一下，这不是进士，而是果然我记得的是对的，这个是弯士，这个也写弯士，想到弯士。鬼说：“我意欲，我也想到弯事，遂行。遂行是之后，于是都可以。之后或于是，这个字本身有 after that 的意思。”所以你写然后之后接着这样子的词汇都可以被接受。于是，为什么要特地跟你讲走？于是，他们一起走。宿里，宿这一个字有什么意思？如果我今天跟你讲，我喝了数杯奶茶，我到底喝了几杯？不知道。可是你知道它有超过一个，对，所以几个。所以"里"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可以配词配公里，只不过我们这个放在以前是讲英里的意思，几个 mouse。可是无所谓，它只是一个测量单位而已，几里。几里路？这个是蓝色。几里路后？几里路后？鬼言鬼说。这个我们念句，步行太句，步行太。来，大家盲猜一下，这个句最有可能是什么意思？想要步行哦，太多，太慢，可共地相担。先看"相担"这个词，互相背负。可以认为在这里，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它是什么意思，因为"距"这个字通常都是指快。可是如果你步行很快，你不需要你背我，我背你啊。这个逻辑本身有一点奇怪，所以我们把这个字可以讲说步行怎么样？太累，可以姑且把它认为步行太累。步行太累。可配词配，可以怎么样？共地相担，共地相担，一起地，可以互相背负，你背我一下，我背你一下。何如班上的朋友们？何如这个字有没有很熟悉？把它转过来，就是如何，意下如何，怎么样？的意思，发鱼曰：“这个应该不是发鱼，而是定伯。所以定伯曰，定伯说：‘大善，请问在这里这个善哦，指的是什么？’”善良，no。答，好的意思，好，可以的意思。说，丁伯讲，很好。这样，通常你们去看翻译的话，很好的，
点子，不然它留在那边会怪怪的。诡辩先担定驳数理，鬼没有太多需要改动的东西。如果我们硬要改的话，可以改鬼于是先担是什么？我们讲担子，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人们放在肩膀上面担，在这里是背的意思啦。鬼于是先背定驳，即理路。句号，然后鬼言情太重，鬼说，请问情是什么意思？爱卿，你的意思，你太重了，将非鬼也，非这个我们讲不是鬼吗？将非鬼也，所以在这里这个将，它其实是为了渲染那个气氛哦。他就讲，难道不是鬼？难道不是鬼吗？So 也是一个语气助词。什么是语气助词？我们讲新加坡人跟马来西亚人最喜欢做的，不要这样子啦，不讲了，不要这样咯。这些啦哩啰啦嗯啊，都属于语气助词。像在古文当中，如果他要求你翻语气助词的话，我们就可以啊给他听。如果它是个问号，就是吗，就是呢，这样子的字。So 定伯言，我心鬼，故身重耳。是个语气助词，所以不需要写，不需要翻译。所以定伯怎么说？我心鬼。这个丁博好厉害的说，丁博就言说，我是新的鬼，我是新的鬼。故这个字其实是因此的意思，therefore 因此身重，身配子配，身体。因此，身体重。刚才讲了语气助词要求翻译，就啊给他听。因此，身体重啊。这个句号哪种？定伯因复旦归，定伯后来又悲。我想复这个字是又的意思。可以作为又，也可以作为，如果我们不写又的话，它就是在。后来再背鬼，逗号，鬼，略无重，略忽略的略，略有，就是几乎在这里，鬼几乎没有，无是没有，没有重量。OK，喜欢聊的朋友打个九，有要事要离开一下。OK，拜拜。我们还有三题，讲完就放人。好，一个人写完了。有问题呢，你不明白的可以现在问哈。哈哈哈！怎么感觉你要报警了？好多个九，还没有写完的宝宝来，5秒钟的时间，我们截图一下好不好？五、四、三、二、一，好，我们接着下去看这个。很多人他在做这个理解文的时候，比来，太怕。我们讲说，在做华文的理解，它要求注重
起因、过程跟结果。所以遇见鬼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如何的？请问他有什么心情？他有害怕吗？没有啊。所以我们讲，他遇见鬼的时候，他的心情有波动吗？冷静，他都没有慌。我们讲他淡定、冷静，可以。我们可以讲说，回答的时候就讲，定国见到鬼时，他非常沉着与冷静。为什么？我们从哪里看出了他的沉着与冷静？因为他之后和，哎，不是之后，因为他和鬼交谈，还欺骗鬼。句号。完了，就完了。也可以讲他们还相约一起去市集，那也是可以的。For 国文理解的问题的回答呢，他给我们什么？所有理解文其实是这样回答：他给你什么资料，你还回他什么资料。很多人呢，很喜欢进行总结，这个在古文的理解当中不要做。什么叫做进行总结？比如讲见到鬼时，他的心情是如何？总结性的答案就是这样子讲，害怕、不慌。然后，哎，等一下，我在讲什么？哦，我在讲总结性的答案，听起来是怎么样？他的心情是如何的？这个好像也没有办法不总结啊。解释不了这一个。我们讲说理解文，他很多时候他问，如果假设讲说他这个问题变成遇到鬼过后，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很多人他会回答讲说他欺骗鬼，直接就跳到他欺骗鬼。这样，for 这个题目的话，如果讲说他遇到鬼做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们要讲说哦，他遇到鬼上面这整个东西，哦，先跟鬼交谈，然后再跟鬼约到去市集，最后再骗鬼，这样子完整的给他说出来，不要直接跳到最后一个步骤。for 现代文理解也是一样，现代文理解也是一样。好，我们再看第二个，从定国遇鬼至骗鬼的过程，来展现出怎么样的人物形象？他敢骗鬼呢？有哪一些形容词是可以用在他身上的？又有一个冷静，大胆，可以，大胆，可以，还有呢？勇敢。Intelligent，聪明，我们讲说写大胆会比较切合这个题目，因为正常来讲，人看到鬼就 I scared，好了，他还跟人家相约去市集。我们讲制骗鬼的过程，我们讲大胆，大胆，又有智慧。写冷静其实也还可以，为什么？因为有的人他会讲说，我们这个 argument point 可以怎么样讲？大胆又有智慧，因为他欺骗鬼，他欺骗鬼，还和鬼相约。去市集，
考试一定要解释吗？通常情况下，一般这种我们讲依靠分数而定，这种题目通常会有四分。如果只有四分的话，你只写大胆有智慧的话，它不够，分数点不够。遇事淡定可以，遇事淡定可以。So，丁博言，我心鬼，来，大家现场我们翻译一下，丁博。说，我是新的鬼，因此身体还重句号。身体很重，可以。好，写完了的话，打一个九。OK，写完了的话，大家回去可以尝试做一下后面的两篇短短的古文，那两篇古文有点意思，答案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找得到。祝大家考试顺利！我们读到这些，他都有出。我们下次讲座会再见。有问题的可以现在提出你的疑问。